一連兩晚的林敏聰入行40年演唱會第一晚順利完成，圈中很多藝人都出席支持，嘉燕姐更加一早到場，鬼主意多兼轉數快的阿聰做嘉賓的都要打聲12分精神。你是張比達？是啊是啊。我邱比達。我大佬不比達。都似都似，靚仔。曾比特是唱得之人，而呢一晚更加要向難度挑戰噃。波加詞，過愛咗安檢，要求再度沉默，你仍在心頭，燃燒的愛，跟那情緒的維護。请容我再期望有日再准来，能让你会明白我仍在痛苦。突然间在我后面出来，跟住戴咗个假发咁样，都挺好啊！我因為好中意唱《假如》呢首歌，咁我又選擇到呢首歌啦。咁所以咧，喺演唱呢首歌其實花咗好多心思，同埋呢個 key 其實即係乍眼聽原來都妥高嘅，都要花好多嘅心力去演唱呢首歌。車山開演唱會，又點少得下流上車族裡面嘅一家人呢？至於呢晚嘅壓軸嘉賓係一段時間都冇見嘅 B 哥哥。得意的 B 哥哥，佢話到70歲就有啲唔同喎。自從即係到啊，人哋知道咗我生日之後咧，行出街嗰陣時咧，啲人好似好尊敬啊。尤其是去到 gym 嗰陣時咧，譬如去到 gym 啦，平時咧，梗係有啲人喺度做 gym 啦，咁咧就望下你做幾多塊先嚇，然後咧睇見你做幾多塊，佢就做就多你兩塊啊咁啊，即係攬威咁。但係而家唔係啦，而家睇佢做。幫你做，冇佢舉得起嘅。不過當佢哋合唱完《愛在深秋》之後，就發生咗一個小意外。大家覺得阿 B 點啊？正唔正啊？中唔中路？阿 B， 多謝。哇！小心小心。開心得滯啊！因為我喺呢邊，你點會拜嗰邊啊？見到皇帝叩頭咁啊！叩你啊！好，後會有期，大家 thank you， 大家多謝支持阿聰。多謝。B 哥頭先有冇事啊？頭先朝見皇上咁樣啊？係。你又想？係。冇事。我原本係傷咗嘅，咁我而家都係帶住護膝嚟上台嘅，係咯，還好啦。護膝啊？嚇！咁係咁噶啦。咁啊。唔係呢啲朋友真係去邊度揾啊，大佬？嚇親大家啊！冇事就得啦。冇事啦，聽日仲可以唱。好。